这里小王子啊，往左边走。左边。一二三，你好。一点都没有想到他来了这么大的惊喜，简直厉害！怎么样，漂亮吗？来这里干嘛？拍婚纱照啊！十多年过去了，没拍吗？来来，拍婚纱是老婆这么多年来最大的愿望，在一起没有举行任何形式的典礼，我就想给他补那么一次。你看一下吧。你看这两个才乖。所以你选了？其实脑袋是一片懵的，心里一直在想，他今天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？是要给我们拍婚纱照吧？但是都弄不明白，有一点懵。所以你选了？我们可以先换上那个我们这里的浴袍，然后先帮你造型做好，我们再来穿衣服。嗯，哎，老婆，那你就慢慢选吧，我和孩子也要过去选下我们穿的。嗯，好吧，你选吧。哎，走吧。我没化过，因为我不会化妆。不会化妆。当时结婚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？当时我们结婚就是都没有什么样子，就是谁都不知道我们结婚的，就穿着普通的衣服出去逛了一圈，回来就结婚了。小龙，你说我像不像公主啊？不像。谢谢你。出来的话就可能和我想象的一样。我妈妈穿着婚纱像仙女一样来嫁给我爸爸，肯定很漂亮，很震惊，美得不得了，美得不得了，美得不要不要的。原来我老婆是如此的漂亮，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小仙女。这是迟来了十二年的告白吧，老婆嫁给我。那时一听到真的特特别特别激动，特别激动。我无法表达了，真的无法表达了。我愿意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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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一个。妈妈高兴，妈妈高兴，妈妈高兴，妈妈激动。这是一条你比较喜欢的颜色，红色的围巾，上面有一个斧头，你的属相，哎，红红火火的，哎呀，是不是比较暖和呀？暖暖的。今天是不是很开心很快乐？特别开心，特别快乐，特别激动，很意外吗？我觉得这些事情用这些词语来都不够表达。
还有惊喜嘞！我告诉你，看我给你妈妈买了一条。我看一下是什么？等我先看一下。项链，当当当当。妈妈，快吃！抢三颗现在。妈妈，珠宝他吗？我看一下。这个是我亲自为你戴上。以前我就说等我发工资了有钱了，然后我要去买一根项链来戴，然后他说，他就跟我说那有什么戴的。哎，好嘞，我会在前面看看。哎呀，可以买这样的。妈妈干嘛哭了？咱们继续喝吧。妈妈生活拿过衣吧。你今天藏得很深啊，亲爱的老婆，你好。回想咱们在一起生活的这些岁月，总体还是比较幸福的。你进入中学后，周末随时从我的门前过，那时的你还很小，还不懂事。我也没有长大，也不成熟，但是看到你从门前过，还是会比较开心的。他就说，从我小时候他就喜欢上我，但是那时候我还在读书，他很想和我说话，但是我们都还不成熟，所以他把那话憋在他的心里。我就觉得在我不懂事的背后还有一个这么喜欢我的人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长成了一个漂亮的女孩。我有在尝试着你到我工地上做饭，还记得吃你做的第一餐饭的时候还蛮好吃的，我就说要一辈子吃你做的饭。他做饭嘛，好吃啊，就想吃一辈子啊。后来家里就一个孩子，你还在镇里的公司上班，早出晚归的，看到你那么辛苦，我的心里也不是很好受。你总笑着说没事，挺挺就过去了，孩子今后用钱的地方会很多的。2012年的时候，我们家小龙出生了，家里真的是一时多了许多的家务。你从那时起就没有去上班了，我也发现家庭真的离不开你了。老婆，你辛苦了，你和我在一起12年了，这12年里我的衣食起居全部由你照顾，我的家庭因为你的到来而改变，变得更加温暖和幸福，我内心都觉得有愧于你，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会更加恩爱，更加幸福，白头到老，不离不弃，我们都会更加理解和包容对方。把床单换好了之后呢，然后要洗一下手，因为你想，就客人走了之后，他这个换下来都是已经使用过的，所以把它换好了之后洗个手，洗完之后，然后再给客人去换这个装干净的是吧？对，先把旧的换掉，然后洗手消毒，嗯，对，再装新的。对，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。然后，那你就先坐，我先出去看别的房间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。嗯，一会儿我过来，好吧？好的，好的。一二三。以前你换过床单，一年有那么2-3次吧，就是在家很少干，但是不是说干不了，只是干的时候不是那么多。
这是换下来的脏被子，要送去洗，送去消毒啊。我觉得差不多都完成了，自己动手也蛮不错。从我个人的生活习惯讲是有点繁琐，但是如果说你从顾客的角度你要把一个民宿经营好的角度来说，这是必须做的。就是那个鸭血豆腐，鸭血豆腐也停在这个单子上面，看到了吗？刚刚你碰过的呀、鸭血豆腐，对的，把它装到那个单子里边。这不好装。对的对的，把它拿出来。然后呢？然后你稍等一下，还没有好，红烧完自己卸渣的，所以比较慢。帮忙就推一下这个土豆丝了，推一下就完了。时间过了，我三号，然后快了，我都没时间了。稍等一下，快了，我都没时间。当时有一个配送的，但他非常着急，他说他的时间快没了。你看我的钱，我的有一单，就30分钟了，就送过去。他们去催去了，您稍等一下啊。他的那个鱼。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它做好，我们只能直接说，你稍等一下，快要好了，再去催一遍，帮你催一遍。我的还有几个就自动取消订单了，自动取消订单扣款100块，罚款30个积分。已经来了，来了。大哥，这里还有菜，那鱼来了。我那边来了。我第一次来上海，我们不远千里能在这里相遇和相识是我们的缘分，能在这里认识你们我真的很高兴，能和你们一起成为同事我也感到非常幸运，在你们的帮助下我学到了很多东西，这是我非常要感谢你们的，在你们的身上我学到了团结的力量，同事之间相互帮助，相互体贴，大家共同为了共同的目标把一件事情做得非常好，这一点我值得学习，谢谢你们给我的帮助。